不咋了，无论多强的实力，在失传的剑舞面前，都不值一提。能见到完整的西楚剑歌，乃是我辈剑客最大的幸运，可比获得一柄好剑要珍贵的多。不染尘，该是你的。 走啊！啊，糟了，这剑都已经丢了，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舅舅，我打他正起劲儿的，怎么就走了呀？我还觉得那一鼎之很是有趣，想跟他交个朋友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交什么朋友啊？ 我不知道你的剑法是从哪学来的，我只知道如果我们再不走的话，就会被那些剑客生吞活剥喽。走。这傻小子，学会了很了不起的东西。快追，留下他，那可是西楚剑歌。你干嘛？快闪开！各位，盛会还未彻底结束呢。 怎么这么急着要走啊？你要拦我？哼！你再往前一步，我还能杀了你呢！送我一个。 小子，趁着去玄能城，还有一段距离，赶紧把剑法的事给我交代了。可我总觉得，我们这么一走，好像错过了些什么。别扯开话题，我们能错过什么？错过了一场重逢。 天下风云出我辈，踏歌今宵尽在言。话说这白羽剑仙头上戴一顶虎头狮子盔，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，内衬大红袍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一匹白龙马，手使一对护手双剑，那真是威风凛凛呐！ 从清晨杀到日暮，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是大败而归。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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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白羽剑仙的故事真是太精彩了！下次我经过辰扁时，定要仔仔细细的看看上头到底还有没有白羽剑仙留下的那一剑。试问天下，谁能挡我一人一剑？ 你们两个刚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都亮了呢。哼。
小姐，该回去了。东君、云哥，我就先走了。夜安，夜安，夜安。回去了就乖乖睡觉，别再点住偷看画本了，伤眼睛。我才没有呢，云哥瞎说。下一章应该要讲到白羽剑仙与九仙相识相交，一同游历江湖的故事了，一定更精彩。嗯，唉，我也想像白羽剑仙一样，一剑入仙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也是。哎，我听爷爷说，云哥，你天资聪颖，功课又好，以后定能继承父业，当大将军的。当将军有什么意思？我长大了。要去闯一闯那书中的江湖，做一个行侠仗义、无拘无束的剑客。那你也带上我。这怎么行？若是带了你，侯爷岂不是要提刀来找我？不行不行，你爷爷可是所有人知道都要打寒战的杀神。你胡说！我爷爷明明是全天下最温和的人。反正我跟定你了，云哥，你不是我大哥吗？大哥理应带着小弟。那好，我们立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等我20岁，你18岁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开天启，一人向北，一人往南，独自去闯荡江湖。等九剑成仙的时候，便是再剑之时。可以吗？好。你要当剑仙，我便不与你抢了。白羽剑仙的好朋友是九仙，那我就去做那九仙。那好，我们一酒一剑，快意江湖。一酒一剑，快意江湖。